我叫做陈阿浩，在我家隔壁住着一个阿姨，很瘦，瘦到感觉一阵风就可以把她吹走，走路也都轻飘飘的。我们小孩子都叫她飘姨。飘姨她好像为了要照顾她的妈妈，所以一直都没有结婚。我对她的印象总是一个人。哎，小浩要去补习哦。哦，对啊。那你吃了吗？我真的会去补习街买便当。哎，那边的便当店都骗人的啦。他们是不是每次看到你都说帅哥进来坐？对啊，对啊。飘姨你在哭哦。我有多煮一点呢，要不要进来吃？谢谢飘姨，不用啦。话说飘姨，你真的不想要结婚哦？每次都看你一个人。啊，飘姨，我结婚，我的老公是不是？就要叫漂泊、哦，啊、老公每天都在外面漂泊不回家，我一直在家里等他，很痛苦呢。我还不如一个人轻松快活，这什么理论啊？哎，好了，漂姨，我不去，真的要迟到了，我先走喽，拜拜。哦，好，拜拜，要记得吃饭啊。哎、欸，爸，那个住我们家隔壁那个飘姨，她真的都没有结婚哦。你说竹梅哦？哎、欸，对耶，她还没结婚呢。爸，那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会吧，她还在挂念她哦。啊？谁？好几年前，她的初恋男友发生意外失忆了，整个忘记竹梅。但竹梅好像一直没有办法忘记她的初恋男友。我想她没有结婚，是在等她的初恋男友想起她自己吧。失恋？初恋？他们在拍日剧哦。啊，老公每天都在外面漂泊不回家，我一直在家里等他，很痛苦呢。所以其实飘姨她每天都过得很痛苦嘛。爸，你知道飘姨的初恋现在住哪里吗？你说博翰哦？她住哪里呀、啊？竹梅的初恋，空格博翰啊，我找到了。飘泊，谁？我，赶快想起来吧，你的初恋。我的初恋不是心动十分的沙织吗？沙织。金丝吗？我知道了，只要给漂泊听 First Love， 他就想起来了。漂泊，来，为什么要一起听？我可以自己听吗？哦，也对。这是什么？我 cover 的 First Love， 我觉得我失忆的部分变多了，都快失智了。哎，没办法了。哆啦 A 梦，给我让漂泊小姐拿出恋的道具吧！真是的，浩雄，每次都这样。不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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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绳子、胶带、老虎钳。哆啦 A 梦，这什么？你只要用绳子把它绑住，用胶带封住它的嘴巴，这样老虎钳将它指甲一片一片拔下来，嘴巴再硬的人也会想。哎、欸，飘逸，我都听说了，关于你的初恋，一定是你爸讲的吧？陈俊杰那个大嘴巴，漂泊他，好像还在别人的人生中漂泊。哎，没关系啦，有时候就让回忆停在他最美好的时候吧。飘逸，那你们没有继续，怎么知道不会变更好啊？嗯，也是。哎，慢慢来吧，我相信有一天他会想起来的。哎、欸，飘逸，好啦，话锋一转，要不要跟我去玩跑跑卡丁车？跟我挑战跑跑卡丁车？小鬼，我在玩跑跑卡丁车的时候，你还在喝奶哎、欸。走啊！走吧，正中第一代跑跑卡丁车的续作，跑跑卡丁车漂移，让美好的回忆继续延续。跑跑卡丁车漂移，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好像也很喜欢去网咖玩跑跑卡丁车。竹梅，啊，还有。哎，不换，可以就200块包台吗？我明天还你。我想起来了，俊杰还欠我200元。哦，好啦，我明天还。可恶，陈豪的死小鬼。国民游戏全新进化，脱漂加速，一级逆转，极限竞速，跑跑卡丁车漂移立即下载。